北京时间9月30日，尤文主场迎战那不勒斯。上半场莫腾斯率先打破僵局， C 罗随后送出绝妙助攻，帮助尤文扳平比分。本赛季第一次面对强敌， C 罗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。第6分钟，泽林斯基禁区弧左脚抽射击中门柱。第9分钟， C 罗禁区前与皮亚尼奇二过一配合，后右脚劲射到斯皮纳飞身缝出。第10分钟，博努奇传球失误，阿兰中场断球直塞，恰列空禁区右肋无私横传，莫腾斯轻松推入空门，1-0。第14分钟，库利巴利头球解围不远， C 罗禁区前右脚劲射被奥斯皮纳没收。第15分钟，基耶利尼断球后禁区前左脚抽射被奥斯皮纳没收。第24分钟，马里奥努伊踩踏皮亚尼奇被黄牌警告。第26分钟， C 罗左路盘过膝撒一后横传，曼朱基奇小禁区头球冲顶破门，1-1。第28分钟，阿兰撞倒 C 罗， C 罗主罚禁区左侧顶角外任意球左脚劲射被奥斯皮纳门线封出，吉耶利尼皮亚尼奇连续两次补射都被挡出，随即埃莫雷詹禁区左肋左脚扫射高出。本场比赛 C 罗多次奉献漂亮过人，